Vlog 是我从加州回来西雅图后的第一支 Vlog， 然后就是因为最近西雅图正式的进入夏天了，就感觉每天都好天气，所以就比较有心情拍。然后我们刚刚去吃 Dim Sum， 也是我们在西雅图 COVID 后打完疫苗后第一次在就是西雅图的那个 Dim Sum 店用餐。然后今天就是超热，超级无敌热，今天快要到今天几度啊？好像三十几度吧，三十几快四十。然后明天更热，我记得礼拜一会到42还43度，反正就是西雅图的夏天突然变得很热，我已经不敢跟人家讲说西雅图最好的夏天。那以前的西雅图夏天真的是超级舒服，就是完全不热，可今年就才刚开始而已，就超级无敌热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 Costco， 因为明天我们要跟一些朋友烤肉，所以我们要先去买一些烤肉的食材，然后也要买一些家里就是准备平日的便当用的食材。我们刚刚回家，先把东西放好，然后顺便接补补出门。我们现在要去朋友家，然后带他一起去打麻将。就是我最近刚学会打麻将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很着迷打麻将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想要把它就是学会，然后学打得很好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两个礼拜前吧，然后就去买了一组麻将，然后花了大概快300块，对不对？快300块美金哦，所以将近就是台币10000块，买了麻将桌跟那一组麻将，就花了这么多钱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要把它学会，然后把它打好。对，所以现在就是要找朋友打，然后因为外面现在天气也很热，所以就是很适合躲在家里吹冷气然后打麻将。我现在要去打网球打排球，然后就是打的地方其实就在我们家，走路5到10分钟而已，所以我走路过去，然后 Michael 已经先过去，因为大家是约9点半，就是还没那么热的时候开始打，所以 Michael 先把那个网子，就是排球的网子先拿过去，然后我动作比较慢，所以我就自己再走过去这样子。啊，现在还好，还没有很热，可是好像已经其实26、27度，
等一下还会更热，晚一点会超过40度。